是了，我出什么事？他说棺材里有人呢，我是什么人？这是刚刚从连云岗市出土的一具棺木，通过棺木缝隙可以清楚地看见墓主人脚趾的纹路和经络。上前查看现场的女检验员吓得站都站不住，而另一名胆大的男性检验员准备用手去触碰。我当时准备用手去摸它。我说这不是脚趾吗？哎呀，好像是一条人腿。旁边的同事也提醒说道，这是不是一条完整的人腿？吓得在场的人员赶紧将棺材板盖上，生怕有什么不好的征兆。难道说世界上还能出现第二具不腐尸体吗？要知道连云港可是一个海滨城市，地下盐分较重，根本不可能出现不腐尸体的现象。在江苏的连云港市，一位挖掘机工人在整理工地的时候，挖到了一具棺材。这位工人在听到自己的挖机碰到木板断裂的声音之后，随后发现了棺材板。让工地上下都没想到的是，自己施工的地方居然还有一座古墓。随后，当地相关负责考古的专家迅速赶来。在专家来到现场之前，原本就想着这可能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古墓，但是在进一步的挖掘之后，专家也不禁深吸一口凉气，这是什么情况？原来经过发掘，专家按照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部分器物，确定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并且这座墓葬规模还是不小。根据现场的考古来看，墓室里面具有四座棺材，但是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年数久远，四座棺材的其中三座已经烂得七七八八，里面的遗骸也已经烂完，只剩下牙齿。但是剩下的一座棺材保存得十分完整，并且跟先前的一番调查，这具棺材里面还有个密封板。随着撬开密封板，映入考古队的首先是不知道什么成分的茶色液体，另外在棺液里面浸泡着白色像藕块一样的东西。正当大家准备进一步调查的时候，有个队员往缝隙里面看了一眼，立马被吓得面色惨白，大叫起来。根据这位队员的描述，自己在里面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人脸。于是考古队确认里面还有一具没有腐烂的女尸，于是整个考古队立马盖上棺材板，走出了摆放棺材的房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这可能会是新中国发现的第二具不腐女尸。大家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辛追夫人当年的出土轰动了全世界，那么这具女尸会不会是辛追夫人第二呢？在发现了这些情况之后，相关的考古队立马把情况上报给省里和北京，这也是出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于是在得知了相关情况之后，当年参与过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的专家立马空降连云港，来指导相关的进一步发掘工作。当年在挖掘马王堆的时候，因为客观的经验不足和技术水平，在打开辛追夫人的棺材之后，还是让空气氧化了一部分。因此这一次专家们做好了实打实的准备，在穿戴整齐之后，专家们打开了棺材板，众人惊喜地发现这具女尸皮肤十分富有弹性，血管纹路清晰，关节可以自由活动。从外观上来看，这完全不像是一具去世2000年的女尸，仿佛棺材里面的人刚刚下葬，或者说是睡着了。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这具棺材和相关的汉墓是完全符合汉代的丧葬规制的。在棺材盖下面，密封情况十分完美，没有任何的二次撬动痕迹。另外，在进一步的调查和挖掘制作，专家在棺材的里面发现了一枚龟钮印章，上面写着灵氏惠平的名字。根据相关的经验来看，这应该是女尸的原本名字。那么从历史经验来看，龟钮印章只能是太守级别的人物才能使用。在汉代，太守的官职虽然算不上决定的位高权重，但也是帝国的中高级干部。因此，也就是这种身份的匹配下，棺材里面的女尸才有资格使用相关的龟钮印章。但是这时候，专家也提出一个疑问，因为连云港的地理环境似乎不存在保存女尸的客观环境情况，那么这具女尸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才能跨越2000年的时空留存到现在的呢？
首先从棺材里的液体分析，根据化验，棺液呈现碱性，这和当年的辛追夫人不一样，因为碱性的液体还会使得尸体加速腐烂，并且在后续的调查中，专家们发现这些棺液居然和连云港的海水酸碱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些液体原本是海水，然后慢慢沉积在棺材里面，并且专家注意到，这具女尸面容狰狞，腹部有个巨大的伤口，结合周围另外的三具棺材，这位是不是作为人殉下葬的呢？根据 AI 的复原技术，林慧萍的面容出现在大家面前，可以得知这位叫林慧萍的女主面容姣好，但是很快专家们又发现一个问题，这位叫林慧萍的女子似乎在去世之前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并且根据后续的清理情况来看，除了那一枚龟钮印章之外，作为中高级官僚家属的林慧萍和旁边的几具棺材居然没有发现像样的随葬品，这和之前调查出来的太守身份存在很大的矛盾。在查阅了古籍之后，虽然没有直接的线索，但是在现场的专家已经可以推断个八九不离十，虽然是官场的中高级人物，但是可能林慧萍在去世之前已经处于家道中落的状态，甚至可能是被活活饿死的。当他的家人发饿晕得林慧萍的时候，可能认为他已经死去了，于是匆匆忙忙就把人埋了，但是在棺材里面的林慧萍却在下葬后一段时间苏醒过来，在求救的情况下消耗完了棺材里面的所有氧气，再加上棺材的密封程度不错，又在封口前后左右填涂了厚厚的青膏泥，再加上因为客观的墓葬地点海水的灌入，杀死了导致尸体腐烂的细菌，在诸多因素的结合之下，才机缘巧合地让这具汉代的女宝存到现在。